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欣赏用提琴诠释的德布西《月光》。小提琴版本的《月光》，给你，晚安。不是啦，我就最近认识一个男生，跟他聊得很来，还一起出去约会。那然后咧？然后我就有传讯息给他，他突然就已读不回啦，都已经三天了，到底是怎样？可能在睡觉或是做什么自己的事情之类的啊，干嘛大惊小怪？最好是啦，还是你们男生都喜欢这样？哎，怎么这样讲话啊？你女生真的很麻烦哎。绝对没有那么单纯，他搞不好跟一堆女生在搞暧昧。好，你去年没完成的计划，今年别拖了吧。这是我的肚子，你比我还在意啊。 Yes or no， 我30岁的时候也想要全世界，也觉得我可以拥有，但现在呢？你看，外商女性总经理屈指可数，在网上位置也不是我的，当然，孩子也早就不是我的。可是，你有想要生吗？能生的时候不想生，想生的时候生不出来。黄金这10年，如果为了孩子，我拿我现在这个位置。难怪人家说冻卵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，这样就不会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生了。老实说，我蛮不以为然的，这项技术根本就是在强调女人的生育功能。怎么说啊？你看嘛，以前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，错过了生不出来那就认命。但现在呢，就好像我们要后悔年轻的时候能生的时候没生，更要后悔能冻卵的时候没冻卵，变成一个 double 的后悔。这就好像说，老天爷给了我们子宫卵巢，又给我们一个可以延长使用期限的法宝，但我们却没物尽其用。所以到头来，我们生不出孩子都是我们的错。我们子宫卵巢有什么错？那男人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变成都是我们女人在承担这个后果？这不是要把我们逼死吗？你这么不屑，你还支持我？你也太矛盾了吧！因为我了解你，你喜欢选择，你不喜欢被选择。好了，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福利，但是我让你放假不扣薪，别再拖了。好，我早就已经放进年度计划里了啦。Very good。来。请问找周医师吗？没有，没事。
好久不见啦，谢谢你来。我结婚了。我太太陪着孩子在加拿大念书。又遇见那个谁，知道了。急着把他往心里添，这次是多少回，不知道是苦还是甜，经过了多少赌注，还参透不到礼物，我变得毫无助，谁又是谁的归属，谁又是谁的束缚，来不及阅读，爱是谁的坦白，加谁